今天我们在菲律宾的马尼拉驻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前面，表达我们对于菲律宾政府的不满与抗议。因为就在几天之前，菲律宾的警方对于和平请愿的农民开枪射杀，当场杀死两人，受伤多人，并且到现在还有好几十人被逮捕。我们对这个事件表达沉痛的抗议。4月1号。在菲律宾南部明达纳尔 North Cotabato 省的 Kitabawan， 有一大群农民因为菲律宾的南部的旱灾已经持续了半年了，根本没有农作物可以产出，南部的农民根本没有办法换出一毛钱，连自己的生计都有问题。所以几个月前菲律宾政府就已经宣布这个因为圣婴现象而造成的旱灾是一个严重天然灾害，他们应该要发钱到省政府提供所有的受灾的农民食物以及金钱。可是到现在为止，所有受灾的农民根本没有拿到政府的任何补助。所以从3月30号开始，有6000位左右的南科达巴托省的农民，他们用阻断公路的方式要求省政府出面解决，协助农民渡过难关，结果协商未成。想不到4月1号，菲律宾警方就下令武力清场，造成了多人伤亡。菲律宾的民间团体组成了真相调查团，他们发现的至少有2人死亡，10人受到枪伤，70人被违法逮捕，还有多人到现在还没有被释放，359人受伤。台菲友好协会有几项以下几项要求：第一，菲律宾的北科塔巴托以及其余各旱灾受影响的省份，应该对所有受旱灾影响的灾民立即发放足够的稻米、粮食还有经济补助。这个北科塔巴托省政府应该要继续跟民间进行协商的工作。第二，立刻停止警察对于暂时庇护数千农民的这个教堂，也就是联合卫理公会，停止对教堂的包围，还有停止对农民、公民团体跟记者的骚扰的行动。第三，释放所有被捕的农民以及声援者，给予伤者医疗协助。第四，菲律宾政府以及警方应该立刻停止对抗议者罗织罪名，掩盖真相。第五，彻底调查 Kitabawan 的屠杀事件，追究下令暴力清场以及对农民开火的责任，请菲律宾减掉以谋杀罪来侦办。最后第六，北科塔巴托省长 Emilio Dalino Mendoza 应该要对他立刻停止接受调查。政治干旱的干灾的问题是来自大自然的问题，这个大自然呢影响到人民如何使用及保存我们的土地，我们要如何去更多的保护我们的大自然，甚至我们在这个环境过程当中，不是盖了很多的大楼，盖了很多的工厂，引起了我们就是农民的一些生存权，我们要更重视农民的生存权跟他们的一些权利，然后也希望呼吁更多人去注意跟关注这些事情，也甚至我们也要去考虑未来我们的生存权，甚至如果没有这些农民，我们米怎么来？我们怎么吃到米？菲律宾其实是全世界记者其实被杀的这个比例是最高的，在伊拉克战争的期间呢，他其实记者被暗杀的数目几乎就是次于伊拉克，这个是令人非常震惊的。所以在过去的几十年来，非常多的异议分子，就是跟政府意见不一样的人，他们常常被所谓 motorcycle killer 就是被所谓骑着摩托车，然后两个人一组，然后就到现场把工会的领袖、把工人，然后或者是一些在
区域为农民工人争取权利的人，他们就用暗杀的方式来执行，把反对的意见从社会里头消除。像这一次4月1号发生的对人民射杀的事件，会让台湾人其实想起我们在324、325同样被警察殴打的这些民众哈，那这些都是对人权极端的蔑视哈，不没有真正去落实保障人权，然后去鼓励社会用多元的声音，然后保障每一个人的基本的生活。Thank you, everyone, for showing your concern for the farmers in the Philippines. We are confident that the government is doing its utmost best to address the issues and concerns with regard to our brothers who are farming on our behalf. So, thank you. 他说呢，菲律宾政府会对这个做一个很好的处理，可是似乎没有讲到我们的讲话。Can you say something about how the Philippine government will do the investigation? Will any official, including the governor and the mayor, be suspended?To wait for the result of the investigation. Yes. The relevant offices in the Philippines, the relevant ones, are already doing what they can and should do. Their responsibilities are already being carried out. So anything that we say beyond that is going to be just hearsay. 他在这边他没有办法说任何话。我问他说有没有任何的官方代表会不会停职？但他只说呢，菲律宾的官方。会做现在他们应该要做的事情。